化石，起码得派上用场。不够照。对啊。刚刚小纪老师把晚餐煮好了给翔太吃了。云婷新年快乐！刚刚，然后我们下午有做很多东西哦，做三色蛋，三色蛋我已经先包起来冰着了，没有看到，看回去看直播，然后做软肉包，然后还有这个迷你吐司，超可爱的迷你吐司，你看它在我的手上这么迷你，然后我的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馒头已经蒸好了，它现在在透气当中。哎，字还在耶，字真的还在耶，字真的还在，但是我先等它透气，雾雾的，等它透气，等一下再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小纪老师现在要做那个甩鸭桃，我是做那个明天的了，拜拜，明天的拜拜的狮子头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 ，Emily。等一下再来看，我们有那个刚刚用那个什么，刚刚有写字的那个豆沙包，然后这边有准备好了，就是这个是狮子头的葱姜水，葱姜水啊，猪脚肉，然后明天要拜拜用的豆腐、鸡蛋，那个什么地基主有交代。碧琪稍微把它切碎，碧琪，然后虾米。大家晚安，吃饱饭了吗？妮可又来了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小教师。大家晚安，吃饱饭了吗？你要讲话？我要讲话吗？啊，就这样，好。我要做。明天要祭拜那个啦，拜地基主。嗯。爱的跟我们讲三头啦，我是讲阿伯啦，我准备走。好。我走这个。我想做那个。先做那个。肉丸子。狮子头丸子。然后明仔再看来做那个合成那个成品。好。绞肉。然后绞到那个。啊，等一下顺便看我下午做的那个写字的那个豆沙包如何。我们加一点这个葱姜水，打个水了。这个是已经泡一个晚上了。泡，其实大概泡三分钟就可以了。泡着让它有味道就好。去腥。丽鹏还那个。就妇女内他们来看，他们可能也是去吃晚餐的啦。刚刚小纪老师就是因为要煮晚餐，叫我先把直播关掉了。现在腰了，好，冲凉水。艾米丽既然说小纪老师好可爱，大概打两打。小纪老师好可爱。我，因为水我们大概放两到三次哈。嗯。那我今天做的是一斤啊。一斤的肉。一斤六百公克。那我们丸子单待会大概我们就用60。我70公克，小丸子就好，哦，你要做大的大概100，嗯，大粒的，那两个外块要不要100公克，嗯，100也不是钱啊。那我们今天做大概做60到70，做小的，那我们那个中也小小的，比较小颗一点。我们打水了 ，OK。我打了两次了，再。哎，你等一下是要用蒸烤炉用烤的，没有，还是要用炸的？你刚才都还没清，没办法用，我要用大的，先过油，然后再打。再打一次，那吕内奶啊，吃晚餐了没？我还没，小姐打了三次葱姜水。好，那三次的分量大概在50-60cc 那边呢，50ml。小纪老师刚刚先炒三道菜给翔太先吃饭，他动作很快。然后刚炒了一个什么，那个叫那个什么滑鸡什么那个怎么讲？滑鸡，酸滑鸡节瓜。超好吃的，他刚炒了一个用那个鸡胸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准备很多鸡胸，他炒了一个用节瓜跟鸡胸肉炒一个酸滑鸡，好好吃哦。干贝、虾米，炒这个虾米切碎，干贝切碎，干贝虾米。哎，干贝，刚刚那是干贝跟虾米。对。啊，昨天因为你昨天有泡干贝。泡好。你那等一下可以来看我的那个馒头哦。哦，我还没吃。听到啊，啊，你们吃了没？刚刚那一顿那一趴休息，你们刚好去吃饭了没？我们加一大匙的酒哈。好。去腥啊！
续心。嗯，酒。好。米酒。米酒。米酒就好了。你好。如果家里环境比较可以的话，用绍兴点没问题。哦，绍兴哦。哎，绍兴点什么？一大匙。一大匙酒。续心。好。好，让它打，让它打成那个。那个叫丝绸般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加一颗蛋下去。你那里吃饱了，我还没吃。我家小纪老师，等一下他丸子做好之后，再炒一个那个嫩鸡。加一颗蛋。感觉就好滑嫩了。好，那我用这个碧琪，它要打碎了，把它稍微拍碎了，拍一下，啊、哦，让它去怎样，增加一些口感。啊，你有用碧琪吗？我们碧琪都冇用。嗯。那嫩豆腐，嫩豆腐这个已经用那个餐巾纸把那个水吸干。哦。哎，这个是要盒装那种嫩豆腐，还是？盒装菜市场卖的那个嫩的都可以，哎，两个都可以。板豆腐也可以。我们先停一下。好。用手，直接捏爆，没有不用爆，捏碎，捏碎就好，嗯，不用捏爆。为什么要加豆？增加一些滑嫩的那些细。哦，来，再给它搅下去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调味了，最后的阶段。所以你今天是先把那个狮子头的丸子做起来，然后明天才做它其他的那个料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在搅的时候就加那个调味料。好，那我开慢一点哦。好，那砂糖一匙，一小匙，小匙砂糖。好，那白胡椒粉也一小匙。干货的干贝要怎么处理？干货的干贝泡水啊。泡水。还原。哦、昨天的直播有就是把。干的干贝先泡水，泡水之后你再用那个手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，或者是所谓干货就是把水分，他们就是在储存的时候把水分去掉，嗯，那你一样是把水分再还给他就对了。OK， 反正就等它泡。糖还有那个胡椒粉，秋肉菜，一匙要来，分大师，好，红大师，红大师那个。碰到丝，对 ，Nico， 等一下吃饱饭了，等一下做运动了。玉清晚安。酱油两大匙，酱油是多的哦，多克的，这是香油。好。我加点不？我加点不肯定。啊，香油再来买一坑啊，对哦，酱油两大匙。啊？郑守义，你说你前天有在，我前天有在我们家看到你们，你在你们家看到我们，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那个吗？就那个吗？六合路六合那边吗？六合成功那边吗？看到我？哎，你不会是看到我去买早餐吧？去买咸豆浆吧？郑守义。好，都加完了哈。那这边我们加一点点的。调味料就这样加完就可以了。对，我把它整理一下，把它推下去。好。好啊，加打到它那个加味哈，也就碧琪。它就吃起来是会脆脆的那种口感吗？最后呢，最后我们全部都打均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加一大匙的太白粉，增加它的粘度。量多了就多开太白粉。太白粉。嗯。
那再加少许的香油，那有的人会加猪油了，猪油也可以哈、嗯。香油跟猪油都可以，大概也大概一大。小教有那个如果没有荸荠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荸荠就不要用了，不用荸荠，因为它是增加口感的。嗯。对，增加口感，不用荸荠没关系。那有的人会用猪油了，那我今天没有猪油，就用香油。哦，大概也大概是一大匙，那我们就开，那转，开始先搅慢速一点。那个粉会喷哦，那等粉都吃进去了之后，我们再高温，然后全部打匀，打到它有那个叫做什么状，粘稠状。对，有那个粘那个叫做蒙公蛋，有些凉凉的那个。就粘性啦，粘性啦。我把油先打开。晚上好，这个是狮子头的做法哦，那个丸子的做法。那你没有做狮子头的话，没关系，你有特色的季节，你要做泡，要做泡米啦，猪米啦，哇，有些猪血汤都可以晒了。它做就其实如果做小颗一点的，也可以当火锅料。对，这种穿丸子的话就行。嗯，你可以当火锅料，什么都没问题的。就只要把它局限于它是狮子头的，了解。大师。你这样应该可以的，可以。差不多，我们拿个半秤。你看，它产生粘性了。嗯。在旁边整理，整理进去一下。等你进去，再让它打个十到十五秒，因为旁边上层那个可能没有打到。好。嗯，它就很细致哈。对啊。又咪咪吼，哎、啊，这点点么白白还是伊个？荸荠。荸荠。荸荠。我们拿个磅秤来称。哦好，你拿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做小颗的，那我大概做60公克好了。看我的馒头，它已经透气透好了。你们要看吗？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小纪老师他现在在热油锅，然后搅那个。哦，碎耶！而且你看我这一次手揉的每一颗都好光滑哦，我把它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小纪老师他现在把肉馅搅好，然后我们刚刚说要实验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蒸出来。在蒸出来，在那个什么，在写字，蒸出来在写字应该绝对没问题呀、啊。你看这次蒸出来的每一颗都好光滑哦。你看我的发财旺福春，这个哎、欸、不会糊掉。我刚刚也一度担心说它会不会糊掉、欸，哎就不会耶。耶、yeah, ，祝大家新年发财旺福春，赞哦！很可爱耶，直接写可以耶。我刚，但是我这个刚刚要进去发酵之前，因为我怕它太干，有没有？我有喷水。啊，喷水之后呢，这一颗喷太多水了，所以它在还没蒸之前它就糊掉了，这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不然就是对啊，它有写字的不要把它弄到水这样子。好，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，这样我明天就可以拜拜就可以拜这个了。呵，我的豆沙包完成。印章旁边盖小花啊，我知道女人你讲的那个就是小花这样子一圈有没有？啾啾啾啾啾啾。可是我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我没有那个，我等一下找一下啊，我好像有，我好像有，我之前做那个翻糖的，我等一下再来弄。我们先看小纪老师做那个丸子，耶、yeah, 成功。好，这样我知道了。女人哎、欸，谢谢你提醒我，这样子看起来更喜气哈。我之前有那个用那个翻糖的那个小花的那个压模，我等一下来试试看，来压看看，成功哎、欸，成功哎、欸！而且我这一次手揉，呵，啊，小纪老师在这玩哪？压这六十的，六十，哦，60到65之间。啊，手要磨什么的吗？不用，它、啊、这个很水嫩的、啊，不需要磨。我们这次就用炸的。嘿，这相当棒的机。好。这个油温是要比较低油温还是170？那也是中油温。
因为我们两个为了那个除夕中午拜拜地基主，我们家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从昨天就开始准备了。听阿公小纪老师好猛，穿短袖跟短裤。可是他刚刚一直在那边喊说很冷很冷，然后又不去穿长袖穿裤，可是你在讲话寡，对吧？好可怜寡哎！啊，你想想，不是讲话寡吗？是别人吗？你到底有什么人？来看一下炸那个。来，我这个是我请啊。要把它降低一点嘛。多吃点，很好吃。那炸完的炸好的丸子可以先泡在清水里面，嗯，它可以裂开了，好，你可以准备一个清水，然后蒸比别的先去，嗯，好，炸好的丸子一般的冷水这样子，一般的冷水就好了，好，炸好的丸子你可以先泡在干净的比如说开水里面，这样要不裂开，不然你等下你放的肉脏冷水的话，你可能放着整个炸完的话也会裂开，我们都会放在水里面，那还有一个好，然后用这个饮用水。饮用水，那还有一个好处的，你放在那个水里面的话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消除一些油脂，怎样讲？有个消掉。哦。哎。哎，颜色好漂亮哦。其实我爱是。好可爱哦。其实我爱是卖破，卖迄个裂开啦，啊因为。它的油温太高。哎，油温太高，卖裂开啦。泡在水里，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裂开，但是它有刚好有一个小的这个好处就是，哎，它那个油脂就会被水给吸收掉。那它是也有收缩的功能吗？收缩型。就是吼，它得把落去啊水油啊，预能。我是塞工泡水的，泡水嘿。好，先塞安尼讲的对啊。好，准备一个饮用水，所以你要炸起来要。对，泡冷水。放进来。泡在一般的那个开水里看，可以炸深一点哦，切会挤的，我倒会，倒会都要背一点。切会啊，刚刚，我他妈那个油温太高了，好，我放到第五颗的时候，我就先停手，先把这五颗先炸起来。好，等一下用第二次用比较低一点的油温。嗯，那我这个是60公克的啦，这点没点了。那一般你们要看那个市场的那个大概是100到110，我们这个这点。但我觉得小颗的。现在蛮好吃了，现在蛮好吃。现在大家家庭，大家一人吃太大颗，一吃一颗就饱了。我这手工的袂遐硬啊。哇！好粗糙。感觉三分泡三分软。啊，你泡的油会走呀？对，它上面油就浮上来了。哎，原来佫袂别离。啊，你手工的原来袂遐硬，所以你看到足硬的原来就是机械做。是哦。那我把油温降低，好，那我们来做。原来如此，长知识了哦。我们来做下一个，没有小。Tina， 你会不会看一看？你最近又手痒，想要跟着小纪老师做。Tina 认真，小纪老师教的他都有在做。上次你教的那个鸡肉丸子锅，他也有做。他有做。嘿，他说他做了，然后他们家都说很好吃。其实本来就是安尼啦，就是互相大家分享。然后去做去吃，哎，喝家呢。就觉得很好，嗯，安尼较实对个。你这嘛无啥物好看播的，这差不多这做拢。对啊，现在嘿啊，现在网络教学也很多，就是一些小美角。啊，就是讲西有一点仔小撇步的，比如讲浸冷水济，哎，哦，等人看无加。小撇步。三粒是百倍。嘿对，一粒60嘛。嘿。啊，底下百倍。小纪老师，你算数。算数足好个呀。我较早算数是啊，国小第一名哦。我国小比算数的时候，我国小第五名啦。第五名。啊，因为迄个时候五个人比嘛。哎，三八
靠要四第四条我的三六十二十四啦。喂，你讲你第五名？啊，你还得第五人比第五名都未使。哈哈，比第五名。剩这边，这样大概可以做五颗、十颗、十二颗。哦，已经在加快速度了。哎，你火有关吗？还是？没有，小火。泡水会不会像昨天的那个鸡腿一样，喝了 SK2 一样水嫩嫩？不会啦，它只是防止它炸裂了。那它比较定型这样子。对嘛，也炸裂，一般都会裂开啦。你要是放在外面，它会热胀冷缩啦。哎，比如讲，我第一粒煎好啊，啊，等下。等到第十粒的时候，靠腰啊！你讲我未记咩？未记算数啊！未记算数啊！没有归零，没有算数的，归零啊！老师在烘大学的时候，未记算数一种归零，就在棒秤呀，你要烘扁点。丁阳说：“对啊，上次那个鸡肉丸子很好吃，他做很多次了。”对啦，对啦，教学相长太重要。对，而且小纪老师教的那个鸡肉丸子很特殊，它是鸡胸跟鸡腿肉一起，好吃。对，点丸子我都是为了，来哦，来啊！按那掉完嘛？按弄做几粒？啊，都差不多就算数。来，等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，就就是明仔载要做红烧狮子头，明仔载搁有加迄个油饭。哎，你无去买红？油饭那个。你无去抓红鲟？无啦，啊，都无红鲟就不要紧。嘿。咱一个心意，咱就赶快。啊，是咱明仔载早上去看，还是会有？你溪边看还是海边看？河边。你落雨，今仔就袂出来。你是乜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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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们把它给炸熟哈，它慢慢小火，先会慢慢炸到金黄色。那其实你没有炸到很熟没关系啊，八九分也没关系，因为它再做一次的，该个这次到位那个回蒸，不是蒸啊，就是我们还要再做那个狮子头那个锅的话，嘿，这样你来做肯爷辉哥，买啥两只来吃掉呀，辉哥辉。各位人都做得了，还有随意啦，也不用称了，你用手再去挤就好了。嗯。所以这个他要做比较小颗的肉丸子也可以。啊，我就做只龟啊，龟啊。你他遐九颗啊，啊个瓜加五颗，拢总十四颗啊。四颗，六百公克。对嘛，九颗我看一下啊。因为一直在转。对啊，九颗啦。啊，九颗。九颗。一斤啊，一斤的吧，斤的吧挂。必须四五粒，然后做出。不可以用蒲烧鳗吗？比较好买。蒲烧鳗。伊讲迄个红鳕米糕啦。蒲烧鳗会使，较更袂使。当然无问题，蒲烧鳗拢处理好啊。哎呀，即摆拢有现成的蒲烧鳗，买回来、哦、加热放起都会使啊。这把油咪咪啊，真的。好食。嘿。伊他妈加足油，你看。感觉好，有弹性。那你等下放凉之后，把它拿出水里，那把它解冻，一颗一颗解冻，你可以用真空把它包起来。真空包起来的话，你随时都可以拆来吃。拆可以，最简单的就跟白菜一起。可以跟白菜啦、虾米、葱段、姜，再去炒，炒那个狮子头。好，最简单。明天我就会炒了，明天我早上就直播炒。炒那个料。那个。狮子头还有那个米饭啊，不是米饭，哦，樱花虾米饭，啊，樱花虾米糕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樱花虾也可以。女内提议讲蒲烧鳗，那么樱花虾。我们台湾无樱花虾。虾皮啦，黑皮啦。虾皮就无法多啊。虾皮不是咧高公斤的虾皮咧，是一种薄薄的白色的，我们讲黑皮啊。是真正虾皮。还是虾皮。老师家境哦，家境无讲介好啦，啊，所以阮无樱花虾这类的。
啊，你若讲你想要振作，老师因我现在麻烦地址你，加。来，咱看左边地址，樱花香请记这边。下方，下方地址。五烧曼请记这边。来，这边呢颜色已经上上去了，所以它都煮起来了哈。巧莹，巧莹今天煮麻油鸡米饭。巧莹呀，巧莹。我巧莹，我如果讲错啊啊，我如果讲错名字，再跟我讲一下。那来给我们试味道好了。好。哦，那个鸭肉有点滑，你要注意一下。我把它擦，等我。稍稍把它压下去。看得拢滑。等下再试一下味道。对，哎，你看它，你这样下去，它那个油都浮在上面。对，那等个冷却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夹起来，把它放冷却。那我们明天就可以来做这个狮子头。放在水里面，第一要素就是不要让它裂开，也是为了要消除油脂。那狮子头一定是这样不规则的，因为是手工的，不会是机器的，这就有点不对了，就它裂掉了。哦，基本上是不太会裂掉，除非炸的时候了。我看那么多油，刚刚好，来。狮子头的丸子完成，耶、yeah, ，完成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那我自己也不好吃。对呀、啊。巧姨，巧姨说郭宝的锅子真的很好用。哎，对，谢谢巧姨，真的好，郭宝的锅子真的好用啦。明仔再来完成这个红烧。明仔再完成哦。红烧狮子头，哎。好。感谢大家，我让它放凉，我要去，我人快睡觉。哦，我要洗碗。啊？哎呀，你们你跟我去炒那个鸡呀、啊？鸡？滑鸡。谁炒滑鸡哦？嘿。这个饭呢，要吃的吗？嗯。而且等下我妈整理一下。好啊，无我先烧我的那个馒头，我的豆沙包，还是我先烧我的豆沙包。没烧上。迄个啊，我搁有一组，迄个发财旺福村，发财旺福村。啊，你先整理，我改消掉安尼。我先改油那个那边整理一下再炒。还没吃饭？配饭很赞，对啊。好啊，咱来写发财旺福村两组，一组要家己拜拜，一组要迄个。去庙里面拜拜用的。啊，小纪老师，他先那个整理一下他的那个。我们继续来写。好松软哦，哎、欸，我这一次做的这个，你看我这次做的这个好光滑，都没有皱皮。你看，我要拜拜的就很光滑，赞。写哦，所以真好写 ，OK， 真之前写也很 OK。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。等一下我再来找那个小花来印。
好，哎，它好像怎么颜色没有很深，写好让它干一下。好，发发发发，祝大家新年发发发，比刚刚第一个写的好看一点了。好，我来写财。对啊，腾空写，我刚刚腾空写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施力这样子。好，我来这边写好了。财，哎，可是写好，你们注意看，他写好，不是蒸好，蒸好再写，他可能要等他干吧，因为你看他这个感觉就是已经，我们这个是蒸之前写的，他就是已经定型了嘛。可是这个是现在蒸好才写的，你看他就是还湿湿的样子，可能要等他干。那在回蒸的时候，不晓得会不会晕开耶？好，忘了。把它写完，哇，歪起，好，再写完春就行了。小教师，按你丸子的 OK 啊 ？OK 啊，我会分。啊，你等下讲要加白，你等下讲讲讲，帮我差几分？嘿，什么鸡嘿？完成，发财旺福村，发财旺福村，耶、yeah! 啊！这个可能要等它干，这个可能等它干，那回针不晓得会不会晕开，我再试试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播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, ，我的豆沙包完成。然后要看我们下午的话，下午有做就是这个 mini 吐司，然后还有软欧包，原味软欧包，然后跟豆沙包，然后还有三色蛋。去看下午的直播哦。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